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光临北展剧场，收看今天的郭德纲从艺30周年己亥年封箱岁末演出。好，小西呀，你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是封箱。封箱就是说后台有一个箱子，然后呢他自己就封了。你说他说的对吗？他们说我说的对。对什么对呀？就这都不知道吗？封箱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吧。哎，封箱啊，就是在农村需要做饭的时候烧火怎么弄呢，底下有一个装备叫做封箱，前后有这么一个设备，它需要拉着用，就这样呼的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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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欠给你俩踢死，竖你个雷劈的脑袋呼的，你乐个呼的打，就拦不住你了。还封箱是这么解释吗？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一看就是七队的。我要六队的，能跟你们一样吗？那六队的给我们解释。怎么解释这？听好了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刚才他们俩的解释让你们越听越糊涂。今天张九南现场给你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乙亥年。各位，乙亥年啊，不是不是，不是解封箱吗？封箱，封箱，封箱。行了，时间了，咱们好好的。你等会儿吧。怎么了？我问问你们俩。问，就穿成这样，知道自己今天干嘛来的吗？伴郎。这今天谁结婚呀？这是不敢这么巧的日子，主要是。你问问，你问问我们七队的队员，今天干嘛了？叔，今天干嘛来了？今天倒是这个样，咱们是专车的司机。他这一看就是豪车啊，豪车啊！什么豪车？他说这对呀？都不对。对呀，咱们上来是主持人的工作呀，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。好，所以知道该做什么吗？报幕。哎，首先，请您欣赏群口相声。德云吉祥，表演者张鹤晴、刘鹤安、高玉凯、王善勇、刘春山、谢金，有请，掌声有请。这世界很酷。